我覺得啱啱入行令我最興奮嘅就係有機會喺電視度見到自己咯，我覺得係一件非常之神奇嘅事情嚟嘅。咁我要學嘅嘢都有好多，咁我覺得最緊要作為一個演員就係演技咯。我就希望自己可能學又好，跟住觀察多啲又好，即係希望我嘅演技可以進步。咁我暫時其實都唔係話呢樣嘢，都唔係咁咩啊？我都唔係咁識得去做呢樣嘢。我而家可以做到嘅，暫時嚟講就係睇好份劇本，了解套劇係發生緊咩事，人哋講啲咩，我自己講啲咩，咁樣就係咯。暫時係咁樣。不過後期如果有機會嘅話，我可能都要即係問翻啲專業人士啊，或者咯，我想最重要都是将份剧本读熟佢。都会的，咁佢哋就话，其实你演戏最紧要，你唔系去真系你演，你系最紧要系听人哋讲嗰个对白，因为你要俾到人哋一个合适嘅反应。所以其实演戏重要嘅系用耳仔去听。我暫時呢個網店係暫時係停咗嘅，因為我最近都冇乜時間，係本身就係我自己一個人喺度經營咁樣。不過如果後期如果有時間或者可以揾到人幫手一齊整嘅話，可能都會開翻嘅，或者去進行啲其他嘅一啲小 business 咁樣。咁新嘗試我就好希望有機會參加嗰啲旅遊節目、飲食節目嘅拍攝，因為覺得會好好玩。咁同埋因為我自己就非常之中意食嘢，我覺得呢個美食節目都會非常之啱我。如果再俾我中一次獎嘅話，我諗都會同而家一樣，即係自己先拎到筆錢，跟住再慢慢安排用。因為咧，即係我暫時都叫我即刻想出嚟都比較困難，我可能就自己拎到筆錢，跟住再諗下點樣去使得有意義啲。其實我覺得手機支付係一個令我生活變得非常之方便嘅一個科技，因為之前可能平時出街都要拎埋個袋，咁樣要放銀包又剩，而家拎個手機出去都基本上冇乜問題。係 B 菠蘿油，呢個係私心，因為我真係非常之中意菠蘿油。咁我喺外國成日都嘗試去揾到，即係有香港味道嘅菠蘿油係揾唔到嘅，所以嚟到香港一定要試菠蘿油。兩樣都唔揀，因為我自己想做個角色，都唔係啲專業嘅角色。我知道香港比較多嘅劇都係專業角色啦，咁但係我自己係好想試一下多啲感情啊，類似拍拖嗰啲劇啊，即係自己冇得拍拖去拍劇，可以拍下拖咪幾好。A 陳豪，因為佢做我哋港姐司儀啊嘛，我就覺得好有緣分。我諗我會揀北歐地區，因為我自己就麻麻地熱嘅天氣，同埋我覺得北歐嗰邊真係都好多手工藝品同埋好多美食，係我諗我會揀係嗰邊。祝大家龍年龙马精神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最新一期 PCM 会在15号出版。Cover Face 有我 Juliana 郭佩文，大家记得支持啦。